好，各位，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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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上。那我们大和尚慈悲，当家师父慈悲，各位常住师父慈悲。今天呢是弥陀要解正式入到这个具体内容中的第二讲。在上一讲的时候呢，已经是个半个月前啊，跟诸位师父们分说了一下这个佛所谓觉悟的意趣啊，我们叫做细细说觉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的内容转到要加一个字，叫佛说。什么是佛说？释迦牟尼佛能够降生到我们这个国土来，开这个经口，宣这个圣言呀，确实是一件大事因缘啊。现在我们反观一下，说如果没有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法，我们第一个不知道有苦啊，身在这个苦中浑然不知啊。每一位众生一旦这个流浪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话，就好真的有时候感觉到就跟这个苍蝇一样，老是往那个玻璃上碰，撞一下撞一下，撞来撞去，不断的撞，不知道要撞到哪里啊。所以没有佛讲这个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回头，不记住这个因缘啊。现在在世间来讲呢，生而为人呢，确实也是非常苦的啊。从这个生下来养育父母之苦啊，要养小孩，那么慢慢的开始受教育，费尽心机考学，找学校，完了找工作，成家立业，怎么安这个身啊，怎么让日子稍微好点儿啊，有时候又天各一方，最后稍微有点江山头，身体又出问题，老了以后成了空巢老人啊。基本上现在我们在佛门不知道世外啊，世间基本上都这么稀里糊涂就一辈子过去啊。那么从道人来讲呢，也是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，真的是苦啊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佛不说法呢，我们不知道我今见闻得受持啊，因为人心是无常的呀，没有这个法的这个受持，我们心绪多端，你根本由不住自己啊。你怎么匡正自己的发心，怎么相续自己的这个精进，你没有来呀 啊如果佛不说法，我们找不着这个路径，漫无目标啊。那么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，如果释迦牟尼佛不讲法，我们不知道佛之见。法华经讲的开示悟入佛之见，不晓得啊。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说佛说阿弥陀经这部圣典的要解啊。那我们知道从菩提树下成道开始讲法，从华严到阿罗汉，后来的般若到法华涅槃，中间这个时期讲的叫方等经典。大家知道方等经典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啊，天台宗常专业上叫做什么呀，
就是说对说化法四教，就是藏通别圆全在其中。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根器就能听到什么样的法，这是方等会上的特色。那么净土的三经呢，全部都是在方等会上讲啊。如果我们没有佛说，那大家想想，阿弥陀经叫无问自说的，就是说你再怎么高的智慧，怎么长随的弟子，他根本就想不到说还有一个法界中还有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，还有一个方法叫依信愿持名能够往生这个通道，虽然同在法界，浑然不知啊，不知道有这个二有法门。所以佛不说，我们不知道佛之见啊。那我们今天讲到说佛说阿弥陀经的这个佛说，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学问和内容在里面。首先从说法的形态上来讲，大家我们读金刚经都开始，一开始你看释迦牟尼佛入舍卫大乘啊，然后起食次第起完了，洗洗脚趺坐而坐，一句都一言不发，这叫做圣默然啊。说法有两种形态，一个叫圣默然，就是本来吃喝拉撒表的就是法，你还要说什么呢？无言之教嘛。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，第一谛就是这个无言之教啊。然后后面有这个长老须菩提又解不了这个法，然后没办法，只能用这什么，用这个语言来以世俗谛而言，才说这个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啊。从鹿野苑给这个五比丘开始讲法，转四谛法轮啊，一直到双树林这个涅槃已经讲完了，这叫做说法四十九年，这叫圣说法啊。所以从说法的形态上，一个叫圣默然，一个叫圣说法。默然来讲的话，就是没有一个字可讲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到说啊，若说如来有所说法者，即为谤佛。法华经里边不是说舍利佛要问说，你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法妙难思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的啊，这叫圣默然啊。但是呢，因为有人问应请，必须说，才开始有了三藏十二部教典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从形态上就是说是为了悟到这个不说的这个法啊。那我们既然不能说，又无妨假借众生的这个耳根，假借这个舌根来方便而说，这就是说与不说之间，我们不断的激荡在其中，才能够悟到说啊，见到说当体就知道是不说之法啊。虽然一言不发，但是呢洋洋洒洒可以随性的发挥，称性发挥，不被佛教就可以啊，这叫圣默然和圣说法啊。所以大家想想，就是在娑婆世界来讲，必须要大说特说，就不说不知道啊。你假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完全是什么呢？是无言世界，不需要说了，随鸟树林都能够变化所作，皆令法云宣流啊，就不要刻意的还要这鼓起这个舌根啊，灵起耳根来相互作用，所谓的声音佛事啊。这是从这个形态上而言啊。其次从说法的施设上而言，大家都知道天台宗里边是教法最全面的啊。有一个概念我们了解一下，叫四悉檀。这是智者大师在讲到说，本来释迦牟尼佛不讲法啊，后来呢又有这个佛弟子请法的时候呢，依着这四悉檀的背景下，开始有了说法的必要啊。悉就是熟悉的悉，檀就是檀香的檀啊。这个四悉檀呢，翻译成咱们汉语来讲就叫普遍的布施啊，平等的布施，反正大家来问我全部供养给你。第一个内容就叫世界悉檀，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娑婆世界。这个讲法的内容概念是什么呢？
就是来了众生呢，给他讲光说世间的善法，只说善法，说供养，说布施，啊，说这个戒杀，说持戒，只说这个层面的，其他的不讲，因为他只能吃得消这个法，他没有离开世间法，还停住于人天福报，这就叫世间希坦。啊，那么如果说再有根器好一点的，他开始要修法了。修法了就给他设定法门，你有什么习气，你有什么毛病，那他相应的给你讲一个法，把你这个习气毛病给你对治掉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对治希坦，啊，第二种讲法的规则叫对治希坦。你看我们，大家如果依着圣道门来修的话，从开始上道，为什么要修这个五停心观嘛？啊，五停心观就是我们的心态杂乱了。所以慢慢的通过这个方法，这个操作，让你心能够停止，就是挤下来，止这个静下来，止下来，啊，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贪欲比较重，就给你讲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欲，啊，专门针对你是给你对治，啊，如果你这个比较愚痴，那就给你讲这个戒差别，因果，啊，如果你心比较散乱，那他教你数呼吸。啊，如果你这个障碍比较重，那他就会教你念佛，这就叫做对治习坛，对治一切众生的习气毛病，讲这个法。啊，第三个叫什么呢？叫各个为人习坛，就是根据每一个众生的具体情况来给他量身定做所修之法。啊，你比如说咱们读在《地藏经》里面最清楚不过了，每一个众生都讲相应的佛法。为烧山陵墓者说狂迷取死报，给他讲因果，你不要烧山陵墓，啊，为这个王府牲畜者说骨肉分离报，啊，入这个就是一条一条的给你说，每一个众生给你说相应的佛法，听了以后你能够相应进去，这样来讲，啊，这叫做世间希坛、对治希坛、各个为人希坛，就为你一个人所量身定做，这都是讲法的一个规则，啊。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我们最后叫第一义希坛，就是还是讲佛法的实相法，讲往生法，啊，这才是佛唱的本怀诸法实相，啊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到的说，为大乘人、为上乘人说，啊，那就一般人受不了，啊，你给讲这个第一义地法，讲这个中道实相的话，那你看连罗汉、小乘人听的就像。他觉得白修了呀，啊，他像这个听的这个毕竟空，他像刀伤他的心一样难受，受不了这个法，啊，这叫第一义地。所以一般这个真如实相法呀，比较差的人，啊，下等的人听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受不了，听不了，说好好好，你说的对啊，这个古人说的说拂掌而不顾，就是转身就走了。啊，你是大师，你讲得好，这个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他根本入不进去，啊，一般的人中式的中根器的人听了以后半一半行，啊，你就跟极乐世界一样，你讲的他这个善根正对在点上了，哎呀，闻即信受了，啊，你过一会儿他的烦恼障碍来的话，他就想想子虚乌有，离得那么远，这个现实世界这么清澈，这么如此的展现真切，哪有个极乐世界？就又怀疑了，啊，所以就一会儿信一会儿疑，就来回在这之间游走，这属于中根性的人，啊，只有上根性的人听了这个第一义的话，他会勤而行之，马上就相应，依之而行，啊，这一事就能够成就。所以说，我们特别是讲这个横超法的来讲的话，他是不容易信的，啊，人有信会难，你这个如是法、如是信解、如是说。经典里面说难中之难无过此难，啊，这是我们讲到的说的施舍教法上来讲，依照四希坛的这个背景是这么个讲的，啊，那么如果说针对众生的根性的差别功德啊，那佛讲法的话，这就是又一层理解层面。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如来依因而说法，啊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
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《法华经》里面不是有药草玉瓶吗？药草玉瓶，你是个小一样的雨，一语普用啊，就等于说佛出世等于什么？如来出世他是千机并育的，就所有的根性他是就用这一个法往过撒，下的雨大小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你这个人的根性，你如果是个小草，那你吸收的雨量就少；你如果是个中等的这个树木，那你吸收的雨量就是中等；你如果是参天大树，那你吸收的雨量就大。啊，如果再进一步的剖析一下呢，我们读《法华经》里边有个概念啊，三个级别叫做众熟托。众熟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虽然佛讲的法是如此的，但是呢，每个人所受用的不一样。有的人呢，他根气比较浅，这辈子来了，他也不可能再修了，他也不可能这辈子成就了，他只能种一个种子，就是结个缘，把这个菩提种给他种下去，这叫种。他就是说，这辈子就努折了腰，他只能到这个地步，啊，就像说我们说把一块冰块啊，给它化成水，它只能到化成水的这个层面，再前进不了，这叫种，啊。但是还有一些人呢，他过去已经就种过了，他这辈子来，他可以什么呢？他可以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这个水已经化下了，成了水了，这辈子可以加温了。啊，让这个温度不断的提高了，从10度、20度、50度、80度、90度开始不断的加温，那么这就是如来给他方便善巧循循善诱，这辈子开始什么呢？要开始成熟了，啊，与这个法语甘露给他调停，让他不断的成熟，啊，但是最好的效果是什么呢？是这辈子就要脱，解脱的脱，啊。这个水已经升到99度了，就差那么最后一把柴，马上就要沸腾。啊，这是过去已经种好了，已经成熟了，那么这辈子来必定解脱，这是最上等的根性，听这个佛说法所得的效果，这辈子就能脱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已经该度的人已经度脱了，这就叫脱了。”啊，那么有一些根性慢慢的已经让他成熟之，这就是给他又备了资粮了。那么还有一些没有度的已经给种下种子了，最后在涅槃经里边化缘已尽，世系寂灭。啊，所以如来出世就是翻翻种，翻翻熟，翻翻脱，说法的差别功德就在这个上面体现。啊，这叫做佛说。当然大家知道为什么，你看阿难叫多闻第一啊，这个应该舍须菩提吧叫善取空者啊，这个文殊师利又叫法王子，那么他们亲近佛陀呢，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心相应之处的啊。因为如来说法呀，他除了放光现锐显神通，最主要的就是说法那么在这个说法上，它是以这个口密啊，就是口说的这个法呢，它是有多层意思的。在经典里面讲到说，啊，有一个老国王一样的，他自己给自己的大臣呢，他有时候就叫，只会说一句叫做“仙陀婆”，他就说这么一句话，意思一下。但是他每次说一样的话呢，有善解他意的这个大臣呢，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啊，他这个语气出来的同一句话，他是想要出行呢，还是想吃东西呢，还是要备马要去战斗？啊，这就叫法王子，这叫多闻第一，叫星子。啊，说一声就知道，啊，他都知道这个国王他是怎么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来理解释迦牟尼佛讲法呀，他是真的是全方位立体式的，啊，善解佛意。你比如说他有时候他讲法是什么呢？说法，他在前法中说的是生法。什么叫前法中说的是生法呢？上次给大家引用过了，就比如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，虽然他说的相上来讲说这个人傻乎乎的啊，见了谁都如是未来佛，我要顶礼不敢轻慢辱，实际上表的就是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他表的这个生法啊，从浅来显的是这个生法，这叫做前法作生法说啊。
那我们佛说阿弥陀经，它属于什么呢？它叫做生法座前法说。啊，大家知道，你看，如果我们去读诵华严经里边，华严经里边所有的境界，其实就在弥陀经里面把它很简洁明快的给表达出来。你比如说各以一格圣众妙华供养他发十万亿佛，就一念之间的事儿。啊，常坐天乐，与天曼陀罗华，啊，饭食惊行，啊，然后但见色闻香，所有的六根蒙头都在做什么呢？在做这个世事无碍佛事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弥陀经其实是小本浓缩本的华严，它是直通那个世事无碍十玄门法界的啊，这个华藏世界海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起来读起来就这么流畅简洁明快，这就叫生法座前法说，广法座略法说。只要你从略法前法就可以入这个甚深境界啊，这是佛另外一种转过来的一种说法啊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我们从你看，从这概念上叫做一浅一生法，就是一会儿生一会儿浅，没有个生浅，做什么呢？做非浅非生法说啊。像这一类的法，你比如说大家记得以前不是有一个禅师度化点化另外一个开悟了吗？啊，结果呢他就说，你是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，什么是佛法大意，他说是什么呢？即行即佛啊。这个另外一个祖师一听了，抱着这句话即行即佛，哎，果然就心有所悟，明心见性啊。后来这个应该这个受点化这叫大梅禅师吧，啊，后来这个祖师爷又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用功呢，又去试他，是说最近说问说和尚又在讲什么法呢，让侍者去看他，说和尚讲的法变了，他不说即行即佛了，他说什么呢？说非心非佛了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大梅禅师说，这老和尚一天这个净拿这个花样祸害人，啊，管他非心非佛呢，我依然还是即行即佛。这个祖师爷就说了，啊，看来说梅子熟了，咱们现在梅雨季节，就是梅子熟了，表这个法说，看来真的是悟道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即行即佛就是即行即佛嘛。也能说浅也能说深啊，非心非佛就非深非浅，它是随性的称性的啊，无处不相应的啊。那么还有一类法叫做非深非浅法做一深一浅法说，就是你本来这个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概定的深浅，但是就看你怎么理解啊。你看比如说咱们诵地藏经，我们就是我们常熟的经典啊，地藏经里面讲到说，哎呀，这个地藏菩萨共赴一行啊，无量百千万亿，不可思不可称不可量不可说，什么世界地藏王菩萨啊，或者说时间说久远劫来不可称不可量，这个不可思议世界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从时间上表这个法说不可称不可量，我们下意识的就从浅理解哈，说那肯定很久很久，对不对？你都数不过来，不知道有点成劫，不知道有无量数阿僧祇劫，说不可称不可量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听起来就觉得，哎呀，无边无际，算不过来了。这是一种浅法的说，啊，如果从甚深本来面目讲的话，时间是假的呀。大家像经典里面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时空是我们的错觉，以为真的有一种时间，因为我们的心念流淌，妄想律动，所以就真的有一种时间在我们身边流走一样，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假象，啊，所以你说它不可称、不可量、不可称，也可以理解成说本来就不可思议，没有这个法，你怎么去称量呢？时间是假的，你说永远、永远、永远有多远呀？往哪儿永远去？当下、当下往哪儿上哪儿上哪儿找当下呀？没有个当下，念念就是刹那刹那不住，哪个念是当下呢？所以你看这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它是圆融无碍的，确实如此啊，你怎么说它都对，角度对了就对，如果你角度不对了怎么说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凡有言说动念就乖嘛，就相违了嘛啊。那么我们现在从咱们现实中诸位法师啊，我们都是僧人，
啊，常说什么弘法是家务，立身是事业啊。但是这个说上面说法呢，不管你说一句半句，或者你给人家这个怎么说呢，给撂一个这个禅机，它有作用的，就是它要有原则，要有效果啊。从这个说法的原则上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你不能白说，不能瞎说。我们常讲的要弃机，要弃理。如果你上不弃佛法之机，就是把佛法的根本的这个意趣，你讲的非佛法啊。现在很多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其实也是一种可悲的这个现状，就是为了迎合大家能听得懂吗？现在很多福报不够的，他没有听法的机缘，他没有听法的这个福报，他稍微给他讲的这个悬一点，他入不进来。那没办法，说为了弃他的这个机，不断的稀释，不断的参点世间法，再参再参，最后参的全程的世间法，没有佛法。所以光弃机，忘了理，忘了佛法的本怀，佛之见，这就等于说什么呢？叫瞎说了。就跟导游一样，他才不负责你什么法身慧命，什么这个正法久住了，只要能够现前把你的这个兴趣给你逗一逗啊，我过来过去常听见他们说法，这就不弃理了啊。但是你光弃理啊，说的谈玄说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相应听得懂，就跟那法华这个如聋若哑，华严经上，这就叫白说，说了也白搭，听不懂嘛，不接地气嘛啊。所以原则上来讲，一个要弃机弃理的说啊，真的要观机斗教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以这个凡夫心去观，你不可能说啊，开悟的这个有神通他心通的祖师爷或者大菩萨来了说法，那他是一点都不会错，反正我就在前面往前迎，下一个路口等着你啊，不断的加持，不断的引诱。但是我们现在大概估摸着人的沟通，你总是还是有这个底线的啊，这叫弃机弃理的说佛说啊。那么还有一个要繁简，要得大，你不是说滔滔不绝，越说的多就越好啊。智者大师讲过了，讲经说法如果你太简单了，这个义理不周全，义不周。如果你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，太繁琐了，会令智退。反而你不是说给他讲的时候越来越明白了，是让他越来越糊涂退了啊。就跟咱们原来这个咱普济寺的这个云空长老一样，云空长老那会儿在佛学院给我们讲经，讲金刚经，我觉得他还讲的挺有道理的。大家知道有一个大居士把金刚经注释留这么厚一本，金刚经就这么厚，他注释这么厚，好吧，他就跟我们说，哎呀，我看金刚经我还能看得明白点，看金刚经的注释我越看越糊涂，看不明白啊。所以这个繁简一定要得当啊。我们不仅仅我们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哈，好像是教条的讲，就是我们讲佛法或者跟别人谈佛法的时候，聊天的时候都是这样子。你光景着自己一下子忘怀的在那儿说说说说一堆说走了，他听可能给你面子坐在这儿一杯又一杯喝的茶，可是他根本入不进来啊。可是你说着说着说到一处，你得往起来什么跟勾机斗教，就是往佛法的道上要引一下啊。这个就繁简得当，弃机弃理，这称之为佛说啊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嘛，所以把这个也今天灌一下佛说的内涵啊。那我们现在所谓这个讲经说法，常说无僧说法鬼生愁啊，刚才讲到弘法是家务哈。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啊，今天我们也是自家人，作为法师弘法立身都在做啊。其实穿这件衣服啊，说实在的已经足以了，在这个时代还能见到僧宝的形象，还有这样皈依三宝的，马上我们要举行非常啊殊胜的皈依法会，还有皈依三宝的这个法事在，这其实正法还在啊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弘扬，要让佛教的影响更大，让佛法的存在更加的明显，这是要不遗余力的啊。啊，的确如此。你看说实在的，咱们现在普陀山我们提倡的三三制，
其实就是在这个，这就叫弘法立身，各司其职。啊，当然，从狭义上来讲，那就是要去说，唯有说是最起作用的，啊，唯有说是最能够撼动这个对于法的相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嘛，咱们这个世界就是耳根最利啊，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个语言表达、感情传递，大家相互感应。我们常说观音菩萨感应，其实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感应。你看，否则我这么说，你们听的意思，这么解，这就叫感应，啊。那么，你去说的时候，就是要用嘴去讲这个法，说这个道。啊，这样的话，一切的因缘成就，皆是应该以法为根本。啊，诸位大德法师，一定要以法为根本，以法为纽带，以法为相续，以法为向导。最后以法为指挥，这才叫住持法道。啊，我们是现在我们就不说心法，光说口法上来讲。啊，那但是我今天这也是多发点以感而慨之吧。你看我们现在的汉传佛教，啊，我们只说汉传佛教其实是很弱的，啊，真的是很弱的，内外都是这样。啊，我自己。这么些年也不敢说有什么见闻吧，啊，但是也就这么走走看看，有时候也对照着自己的这个，啊，这种见解吧，啊，说的个人的意见哈，啊。你看我经历几个片段就可以足以以点带面的说明问题。我们现在就外而言，外围而言啊，从外围而言的话啊，现在从整个这个全球的视野中来讲，其实咱们汉传佛教，特别是汉传大乘佛教。在国际上是没有影响的啊，你比如说去欧美，去年我去美国啊，去美国弘法，去美国弘法呢，真正在欧美人的视野中，他不知道我们穿这个衣服啊，他不知道这是有何效应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在主流的世界里面，他们认为说东方的佛教或者是佛法，所有的他们所接触的全是非汉传佛教，啊，因为今天还有这个直播，还有录影，那我们用这个非汉传佛教在流通，所有的禅修也罢，啊，所有的接触说释迦牟尼的教法也罢，他们所认知的全部就是非汉传佛教，没有汉传佛教这个概念和这个影响力，啊，前几年还有一次我在。这个柬埔寨，大家知道柬埔寨有一个吴哥窟嘛，吴哥窟不是去的人很多，那是已经是印度教，后来佛教这个慢慢传承印度教传到那里的，啊，柬埔寨呢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们吃不惯，我们记得待了几天以后要回北京了，回北京了，因为这个房间也退了，又没就找一个素斋馆，环境很好，啊，在那个素斋馆呢就坐下来吃一顿饭，吃了三五个钟头，因为这个把时间拖到去机场嘛，旁边。是一个大学，这个大学里边呢，一个教授，我就眼看着这个教授，听到他讲的是韩语，啊，这个教授呢就叫了他的几个大概是学生吧，就叫了几杯饮料，他们在那儿就同步整整的待了三到五个钟头，绝对有。他不断的在讲，哎，我就看了都累了，他还在孜孜不倦的讲，就给那几个同学，一开始我感觉到他们在。好像在嘻嘻哈哈，慢慢就越听越入神，越听越入神。你看，这就是人家在弘法，就发这个心去弘法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刚才讲到这个美国吧，哈，非汉传佛教，人家有这个格局，人家有一个意识，就是以这个法统一切的核心纽带，我跟你打交道，就是在法上见眉目。不是跟你交朋友，也不是跟你搞这个人情关系，怎么怎么，根本不说这些的。就我就是法统，就是法王，你来了，除了来医治、来供养、来护持、来一起修法、共修法，没有别的事情，就干这个。哎，也正因为这个，所以所有传达的信息就是一教奉行，就是庄严这个住持法道，啊，他接受的也是这个，就是说这个。法的教，啊，所以你看这样一来的话，
人家这个格局就一直有凝聚力，啊，而且团队精神非常好，啊，所以在当时在纽约呀、洛杉矶全部都有他们的禅修中心，去了以后非常人性化，啊，但是我们汉传佛法出去的话，基本上属于什么随华侨团去弘法，就是你的圈里始终就在华侨的这个缝，就是这个圈子里面打不出去，主流社会里面根本不知道。啊，那就那么多的华侨，都那么多的居士，反正不在这儿就在那儿，还要来回这个调节调节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，哎，当然我们也有法呀，啊，我在那个纽约的时候呀，我记得，因为在他们道场里面讲法，后来纽约那儿还有认得的几位居士同修，啊，有两个原来也在北京的一个佛弟子吧。他在那个纽约有一个福特汉姆大学教学，说让去做一次讲座啊。哎呀，那次讲座呀，我也是也绞尽了脑汁，说这从何说起了啊？最后灵机一动，才找着个由头。因为我每天有时候出去散散步呀，或者什么，有些外国人他看见这个衣服，他也怪啊。有两个犹太人有次就围着我就说了半天，我也听不懂英语，我一个英语都不会啊。那么后来过来几个华人给帮助翻译了一下，他围着我说了半天，问什么呢？就后来翻译两个字儿，功夫。就问功夫，就这样，跟我比划了比划。后来我把这个由头就给引在那个大学里面，说别人见了我是学功夫，我今天给讲心地上的功夫，再把心经给他们展开。但是那次效果非常好。他们听了以后，从来不知道说还有汉地的人，还有汉传的修行者，汉传的和尚，他是搞这个内容的，不知道。啊，除了少林寺就是功夫，他不知道少林应该加一个禅寺，他不晓得。法没有，所以这就是从这几点来讲，大家想想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。啊，当然我也看到这样的形象。当天去讲的时候，不是还没到晚上吗？他中午呢，这个居士他就住在纽约，曼哈顿他们楼下就是那个纽约最著名的有一个叫中央公园，啊，哎呀，我吃完饭跟着他去说散散步，去经行中央公园。大家知道吗？就顾盼之间哈，那个是纽约的中央公园呀，这全球的都有目光锁定的地方。顾盼之间连续一天就一会儿三个什么呢？就穿着这样的衣服，里面有的还穿着皮鞋，还是牛仔裤，就这么弄了一下，拿个香袋，到处什么，见到一个人就给兜售什么护身符，啊，就给卖护身符，啊，砰砰砰跑上去就卖符。我拿着相机把其中的一个拍下来，他还把我数落了一顿，说我侵犯他的人权，啊，后来我怀疑他可能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偷渡过去的，啊，听口音离咱们这儿还不远。呀，当时我就非常的沮丧，我说你看参观来参访去，或者是我们汉传佛教就这个形象，就成这样的吗？烦恼去啊。所以我想想，真的是无声说法鬼神丑啊，确实如此啊。那现在我们就内而言哈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相关都在提倡讲经说法，大家要知道，提倡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事情你已经做不到了，不能够普及了，啊，所以他由我们主管部门这样在提倡说，哎呀，这就真的是跟唐宋时期那会儿到处都是讲法啊，都讲得过了头了，嫌大家都在说时数宝，都不去增餐食物，那太大相这个径庭，啊，可是大家要知道，如果我们不说，会有人说的，第一个，居士们说。啊，你看现在到处都是这个老师，那个什么长完了以后，这个师兄全部就这些说的登座说法，讲的玄乎虚神的，俨然就是一个教主。他们会说，而且会很精进的说。啊，最后就弄成二宝居士了，不认你的账，没有三宝机制了，那就是拜法之相，啊，还有这些邪士们说，这些。就是能够妄谈般若的说心说性给受记的是谁是菩萨，就这些说他很有市场，大家知道，因为他听起来也很爽，他的这个气场讲起来非常有摄受力，大家知道，真的跟楞严经里边讲的，他就用那个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法把你的心意识能够摄住，
非常精进的在说，啊，你看外道也在说，这个邪师在说，居士也在说，我们就给留留余地，让这些骗子们去兜售护身符。哎呀，这个，所以就是这个佛说太重要了啊！现在不是包括导游都在说，啊，你看这普济寺下面多少导游，他每天都在讲经说法。哎呀，我有次过去听的，我都觉得说，他怎么编出来的呀？他也不管你什么，反正他就说，问题是什么呢？他都听呀，说你向上啊，他这局那些游客们拿着三炷香，乖乖的向上，说站好，乖乖的站好，说不要打妄想啊，然后一问讯朝东西南北就完全是依教奉行。大家想为什么？我们常说依教奉行，你得这个用法庄严，用威德庄严，他用的是观音菩萨的威德。他在用法来摄受他们，不是说他们也知道他就是个导游而已。但是一进入到这个道场，一到观音菩萨坐下，没有一个人敢生二行，这是观音菩萨的威德。他就利用这个威德怎么样呢？就把他给摄住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法来接这个缘，不以情来接这个缘。如果以情接缘，最后就是天下大乱啊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还记得到南传，你看南传的这个僧人们，那居士们顶礼，他都理都不理的，到咱们这儿又觉得说你太不近人情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，太傲慢了或者怎么样。这是在表一个法啊。为什么叫依人不依法，以法为依？当然我们的是法就要说是法，非法就要说非法，这才叫跟佛说的这个步骤是一致的啊。跟诸位大德这么讲呢，不是说这个，这是我个人见解哈，不是说好像那坐这么多人，光你说了我们怎么说呀，啊，是说要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非常重要，这个不能偏和倚了，这就叫知见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啊，在任何情况下啊，而且讲法呀，不是说人人就这个好像入了三藏十二部教典了。你把佛陀的教法一宗一个经乃至一句一偈啊，一句一偈能够受用，碰到有缘往道上引，龙天护法最护的就是这些啊。所以大家这个佛说的，从现实到法境，从法境到现实，一定要把这个摆正啊。大家想，我们现在算一账，你说汉传佛教号称说20万僧人，哪里有这么多嘛？那么我们布在就是各个省啊，各个佛协、各个堂口、庙里的执事，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摊完了以后，你说就光说什么也不敢讲经说法的，就是哎呀，我也曾经尝试着就这么观察，或者也算不上统计吧，真的太少太少。啊，所以我有时候我在佛学院怎么一定要出来发心讲经说法，而且是随时随地的说，不是一定要登座或者怎么样，时时刻刻都要去说。啊，真的是我们的家务事业，我们的生活主旋律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这是跟大家说一些葛藤话吧。啊，因为，说实在的，也是说，若见世间不清净，须知自己苦未了。啊，所以我自己的个人意见，这些见解就是见闻中。说到这个佛说了，引发出这些感而慨之吧，啊，那跟诸位大德共勉啊。其实由我本人来讲呀，我自己也常惭愧啊。这蒙在观音菩萨坐下那会儿，恩师上人一个气度，我觉得我这个现在也号称法师，也在这儿，还真的也是惭愧，因为心法也没有心法，有心法嘛还横说竖说也对啊。那么经典呢也没记住几本。那会儿为什么说发心说要讲法呢？这个还真是看了来国老和尚的开示啊，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来国老和尚的开示。来国老和尚的开示呢，跟虚云老和尚的开示风格是不一样的。虚云老和尚确实他是圆的啊，圣人说法。来国老和尚他讲的是有次第，他是先活的在丛林工生活这个共住中啊，然后把他总结出来的一些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些讲法。当时的这个民国年间嘛，禅修的看不上讲教的，说他说是鼠宝卖嘴皮子，讲教的又说禅修的装神弄鬼，一句不言在那儿哑牙僧啊，
修净土的又看不上讲教的，看不上修禅，就互相相互这个门户之见，啊，后来来过老和尚没办法了，再给解棒，就是你们不要说他了，要相互水乳交融。啊，当时他老人家有几段话呀，真是就看得我入了心，啊，他说，能在末法中为人解说一句半句佛经，一句半句哈，能令人种善根、拥护三宝者，就跟如来现身说法正等无异。啊，所以大家看看，啊，刚才说了，我们就是现成的这个吃食方饭受供养的，当之无愧。啊，我们所做的工作说，啊，说自己这个心地不清净啊，戒行这个有过失啊，是纵自性众生誓愿度，自性烦恼誓愿断，啊，这是我们所做的事儿。否则真的是这一生圆领方跑就足够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的饭，够吃了，啊。他又讲到说，就如来的经教哈，那会儿我也是觉得，天天这么讲有什么用呀？佛学院泡了这么多年，说着说来说去，弄得跟个你连个学者也顶不上，你还没看几本经啊。后来就是看老人家的开始，他说只要有地儿有处可弘，就是有个地方给你讲，有人来听，那么讲的这个人呢，你尽量发挥，终身不懈，都不用考虑他能不能听得懂，都不用考虑自己到底这辈子能不能解脱，就以立身为事业，弘法为家务。不但这辈子如此，往生以后生生世世趁愿再来依然如此，众生虽广不难度尽。啊，当时老和尚是这么给开示的啊，他说你只要虽然说是属宝，只会记药方，我们不是说这个讲法的人就只能背几个药方，你又不会做药，你又治不了病，有什么用？他说你把如来的药方能够读熟了，记好了，那么只去说法，别无他事，说这就是法门龙象了，啊！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良才，将来就是弥勒佛的手会得度，上手行死，啊！所以这几开示呀，看得我当时非常的受加持，啊！这也算一直支撑着我现在，因为有时候讲的多了，确实也疲，因为你说的有十分，你自己做的一寸都不够，啊，丢帮跌底的。那么内兄的煎熬，这个也是如人饮水啊。但是这就硬着头皮，虽然这个自己，我常说也德行不够，因为我慈悲心确实我觉得不如这个什么呀，不如救教心切啊。我这个有时候不论众生苦，我自己觉得没特别这个大的心得，但是不忍圣教衰，这可能也是天生的一个习气吧，啊。所以从中呢，跟诸位大德讲到这个佛说的意趣啊，到此为止。下面我们要讲这个《阿弥陀经要解》这几个题目哈。但是因为在偶益大师的要解中呀，它后面还会有五重玄义，会有释题的这一个板块啊。那我们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，极乐的教主，这个法门的法主啊，这个名号主，法界藏身，诸佛之王。功德不可思议，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放一下，等到试题的时候再进行讲。我们下面先讲一下这个译经师和解经师，啊，今天主要再把这两个内容完成一下啊。翻译这部经典的叫姚琴三藏法师九摩罗什译。什么叫做姚琴呢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，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秦朝，秦始皇。这是第一个叫嬴请，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傅请，就是傅坚，五胡乱华的时代有一个傅坚，他也建立国号叫秦朝，后来又被姓姚的给灭了，一直到姚兴手上，那么这就叫做姚请，特指这个时代，当时是姚兴这个皇帝啊，对佛教贡献不得了，啊，你现在我们看很多经典之作都是说奉这个姚请时代所翻译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其他的不必多说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礼请了九摩罗什法师法驾东土，这是最大的功德啊。所以我们这里的译经之师啊，三藏法师九摩罗什啊，众所周知，在翻译从梵文到汉语的沟通转化中，最杰出的三大译经师，一个是唐僧玄奘法师啊，再一个
真谛三藏，啊，历史上还有一位叫真谛法师，啊，那么再一位就是罗什法师，可以说是这三位里面的佼佼者，鸠摩罗什法师，因为他老人家不但是光做了语言上的沟通哈，他是对法上来讲，就是他不但是译经师，还是法主和尚，是有修有证的人，这一点来讲，是更加的脱颖而出，啊。那么从这个瑶琴时代啊，三藏来讲，三藏我们就不说了，经律宗啊，经律论三藏法师啊，那么其实这个讲到三藏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以法为师，三藏法师就是以三藏为师，叫做三藏法师，因为他深入经律论啊。另外一点呢，因为他深通三藏教法，用这个教法来自利利他，可为人之师，所以叫三藏法师，两个理解点啊。那么真正称得上法师的人呀，不是说谁都可以称法师啊，他在古代来讲，他还是有严格的这个资质的啊。你比如说从五个方面，第一个，他能够受持经典，受持是最上的，就是活学活用，不但自己内证，还能够给别人讲说啊，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再一个，有读和诵的功德啊。我们经典里面不是有一种叫转读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原来在佛顶山常住就知道，咱们佛顶山月藏楼里面月藏经是龙藏呀，龙藏那个是折叠式的，他拿一个竹签就是这样翻一下，哎，到了这边了，再横过来，再这样翻一下，到了这边，那个叫转读，是看着字一个一个的，这叫转读，读的功德。什么叫诵呢？背诵的意思啊，诵出诵出，你看为什么当时阿难把经典诵，他诵出来他是不看字的，叫诵啊。现在我们觉得说读诵经典，读诵经典就是这样。再一个诵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不解义的意思，你读的时候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盯着，不往左右上下看啊。然后呢，你也跟印光法师开始的，不要看上一句什么意思，这一句怎么承接，不管这些，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这个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禅啊，这叫读诵的功德。一个受持，二一个读，三一个诵，第三个要第四个要解说，为人解说啊，就是依这个文义来进行讲解，接这个法缘。那么第五个呢，他要书写经卷，因为古代他没有印刷啊，你要去这个流通经书呀。为什么古代有那个大夫长者呀，甚至皇宫里面的这个太后呀嫔妃，动不动说哎呀供养哪个法师写流通经多少卷多少卷，已经很难得了啊。你想那么一大部头的华严法华的话，在没有刻板印刷的时候，那得硬生生的抄出来呀啊。东皇发现的那些残卷，其实有的就是抄经抄的抄错了的，抄那个什么的都有啊。这五种功德具足了，才能称之为叫做法师。这里的罗什三藏法师就具足这种功德啊。罗什法师呢是这个西域人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。他爸叫鸠摩罗炎，是一个丞相，就是大臣，但是他这个出世因缘太浓了啊，就雄师访道，就来到了西域。当时有一个秋瓷国嘛，秋瓷国的国王的妹妹又看上他，这姻缘还在那儿没兜落干净过去，所以这情缘把他牵引着，就强迫的把妹妹给嫁给他，就成了驸马了啊。结果这个驸马当的呢，本来他不愿意娶，这边的姻缘不具足，后来没办法娶了以后嫁给他了，婚后以后就生了一个鸠摩罗什。生了鸠摩罗什呢，他的道行又退了，他媳妇的道行又起来了啊。这个国王的妹妹呢，生下罗什法师七岁的时候到庙里边，七岁的罗什法师啊，就手把这个鼎给举起来，七岁能有多大的个儿了，举的这个鼎的分量还比他体重要重，他就把他给举起来啊。举起来了以后，旁边有人说哎呀怪了，这个小孩怎么能把这个比自己体重的鼎都能举起来，能够这个不可思议。这个话一入他的耳，这个分别念一起来，举不上去了，夸的就给放下来了。就由于这个就悟到了一切唯心造的道理，七岁就跟着妈妈出家了啊。
七岁母子出家的时候呢，又是他这个九摩，这个九摩罗这个罗罗延又放不下了，啊，他又退了道行了。结果呢，他媳妇就再不让我出家，他就绝食，啊，最后成功的出家了。罗什法师也出家了，在西域的名声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了？镜头转到咱们东土，连当时的富坚都知道。啊，富坚知道了以后，他当时在关中，啊，列国号为秦嘛，就让大将吕光在公元382年去攻打这个龟兹国，目标就是要把罗什法师请回来，请到东土来。啊，当时罗什法师给这个龟兹国的国王说了，说这个汉地的人来打你，不管什么条件，你都要答应。结果他没听他的，最后给打败了，把罗什给请走了。请到途中，这个姓傅的呢，江山断了，被姓姚的给夺了江山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姚长呢，当时就又立了为王了。这个吕光一看他原来的老皇帝不在了，他回去还干什么呢？他在途中又自立为王了，这个吕光又自立为王，一直到吕光死了以后，他的侄子啊又投降了姚兴，又归到这个东土了。就在这种江山社稷来回这种斗转星移中呢，罗什法师在这里将近待了近20年，把汉语的功底完全给打下，啊，所以因缘成熟，受了非常隆重的礼遇，到58岁的那一年入到长安，住在西明阁草堂寺来翻译经典。草堂寺，啊，当时有800僧人。一起跟他，那个时候国立的这种翻译经典，为什么说现在说从事西方故万世佛陀，你说世界明月极乐就这么流畅直白，就是那会儿的功德，啊，翻译经典的这个关口是非常严格的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这个轻易的谁都能出一本著作，啊，这是罗什法师当时到东土来的一个大概。到了东土以后呢，这个汉人呀真的是太难缠了，啊，罗什法师他的一辈子的神意是非常多，啊，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这个皇帝呀，就发现罗什法师太出色了，让他要留个人准儿，就非得给他送了好多这个宫女，让他逼着他成亲，啊，那成亲了旁边就好多老婆，这怎么办呢？下面的学生退了信心，对他没有信心了，法上没有信心了嘛，说你这一天其实老小这个天伦之乐想着还给我们当这个上师，啊，结果呢，不服的时候呢，他就当众拿一碗蒸，就是摆了一个碗一碗蒸呢，就趁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说，谁能够学我，拿起蒸的一碗蒸就吃掉了，说你们能够跟我一样的话，可以对我产生怀疑，啊，这个神通一显呢，又把大家的信心给提起来了，啊，所以他一辈子翻译经典呢，是这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。当时罗什法师呀，他的下面的一个弟子叫僧肇大师，啊，还有僧瑞，啊，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道生法师等等，就是这些都是当时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大祖师爷，都在他旗下，啊，那么直至后来，像我们现在8个宗派里面，上次给大家讲到的三论宗哈，因为中论、百论、12门论就是罗什法师翻译过来。他是奠定了我们中国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一个宗派的基石，所以他后来被作为中观三论的第一代祖师。现在舍利塔就在草堂寺，啊，那会儿的玉石非常精美，汉白玉，现在大家去拜的话还可以啊。那么这也是斗转星移吧，啊，后来为什么说罗什法师这么有影响力啊？当时同这个时代往后延续呢，又出了一个大祖师爷，也在长安，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次我们去佛学去西安，可能还没安排这么多，以后诸位大德想去参访，到西安去，真的是大有这个噱头，因为8个宗派的6大祖庭全部现在就在西安的长安县，啊。香积寺是善导大师的，这净土宗的祖庭，这个净业寺是道玄律师当时南山三的不叫律宗的祖庭，青龙寺是密宗的祖庭，啊，还有新教寺是唯识，因为现在这个玄奘法师和这个
窥基法师的舍利还在那儿，啊，新教寺，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洞宗祖庭草堂寺，啊，还有一个是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，现在还在那儿。就这六大祖庭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渊流呀。现在去看了一间，真的是三十年河东倒河西啊。草堂寺虽然非常大，地盘很大，但是也是东一下西一下建的，真是已经几乎，哎呀，没有气势了，啊。这也是通常人们说的说，中国北京和西安嘛，到了西安就跟中国是一棵大树，就是建中国的根；到了北京只能借叶子。其实咱们佛教的源流来讲，也是根在长安，啊，其他地方都是后来是这个，就跟开五业一样，各个宗派弘扬出去的。草堂寺，啊，罗什法师入灭的时候呀，他发了个誓言，发了个什么誓言？说如果我自己哈，这辈子所译的经典，就是经与众前发诚实誓，如果我这辈子翻译的经典，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原汁原味没有错谬他老人家的原意，那么我涂皮之后呢，当舌根不烂。啊，这个愿力发出去，果不其然，罗什法师涂皮了以后，红莲舌一直没有烂。啊，这是在佛教史上是明确的事情，啊。后来到了这个道宣律师，道宣律师什么样的人呀？他的功德，去你们去这个净业寺有一个叫天人应供台。那个地方非常险，啊！但是以后有时间去的话，反正就是属于什么呢？上去就下不来的地方。上去的时候往上看，还没什么感觉；下来的时候呢，往下看就深不见底，就终南山嘛。啊，我去过两次，都是下来的时候手那个腿抖的都不行了，啊！我记得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听说前几天还摔死一个比丘尼，啊，弄得我还在那给他念了几遍往生咒，啊。这个天人应供它是有来头的，为什么？道宣律师因为他戒行清净，赶着天人给他送饭。天人送饭的时候呢，他也称机问了一下天机。当时有一个天人叫陆玄畅，陆玄畅他就问这个天人说为什么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典大家都喜欢读，啊，一目了然，而且引人入胜。这个天人就告诉他说什么？说你以为罗什法师是这一世才来此？说他已经为过去七宗佛做过译经之师，七佛译经之师。啊，所以大家看看，就这样的功德，他要不是古佛再来，哪有这样的功德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说《弥陀经》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根本就不用怀疑，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既有这个人证。天人都正，祖师也正，还有物正，舌根不烂，啊。所以讲到这个也是啊，这有无独有偶吧，因为我自己呢也是在中国佛学院的时候是学这个三弄宗，那会儿假期呢去这个长安去参学嘛，参访一下。我记得那会儿呢，先去的净业寺啊，就去上那个天人应供台。啊，完了以后再往上走啊，大家知道道宣律师的舍利塔呢，再往上走还有，那往上走的话就是得手脚并用，很险啊，好在还有这么粗的藤，啊，但是再爬上去的话，这个到净业寺寺院后面上面有谁呢？有道宣律师的舍利塔，大家都这个塔是谁建的呢？啊，就是刚刚圆寂不久的五台山的孟参长老，孟参长老一块砖一块砖背上去把它给建起来。啊，这是我后来才听说是这样子的。那大家想想，为什么老和尚也有这样的功德？你说这老和尚都是发大心过来的，我们上去的时候都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。啊，我记得去的时候还爬着爬着吓一跳，为什么？狮子在旁边叫。你们知道净业寺现在这个方丈和尚他很有意思，他养了两个狮子。啊，在那个山里边，狮子一叫啊，真的是为什么说把佛说法做狮子吼啊？这个狮子一叫，其他的动物根本就不敢叫。那藏獒在他跟前，后来我们好奇了，撵过去看了一下，啊，那俩狮子就给圈起来，这么个铁笼子，看见人了，马上就来回就走，真想就看见你就想扑过来，啊，这个狮子叫起来就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那个地方手脚并用都不够，他老人家竟然能够把砖一块一块的给。背上去把这个塔给建起来，你说这发多大的心？
啊，就把那次去就把这些地方也参完了。我每走到处说起这个事儿了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下来已经黄昏了，啊，黄昏了以后呢，说我还有两个法师嘛，我还叫他们师兄客气一下。我说师兄，我这个三梦宗毕业的，你说到了草堂寺跟前了，不去拜一下，说我心虚的受不了啊。其实我就是想去看一看，因为晚上呢还在市区的卧龙寺挂单嘛，刚好是暑假吧，卧龙寺挂单还得赶回去呢。啊，我们拼了个车，好，他们也答应了，就去草堂寺。到草堂寺的时候，已经按点的，已经这个门已经关了啊。这也跟乾隆皇帝仿咱们这个普济寺一样，也典故的。这走到跟前的一个门，吱呀就开了，啊，出来个老爷子，还问说你们挂单吗？啊，我说我们不挂单，进去拜一拜就好了。就我就想着说到大殿拜一拜，观想一下，反正祖师爷我也来过了，啊，进到大殿拜了，大殿也找不着，无意中的找到法堂了。说法堂也行，拜一拜，又门吱呀一下出来个和尚。我心里还估摸着他大概是香灯吧，啊，他连个长褂也不穿，反正也看上去，啊，也灰头土脸的，啊，他问我们哪里来的，说中国佛学院，说佛学院的法师嘛，要不要拜拜舍利？我心里想，又哪里来的舍利啊？这到处是舍利，现在这网上淘宝上都有舍利啊，哪里这么多的舍利？那碍于面子，说您老人家是谁呀？说方丈和尚，啊，说这方丈出来了，咱进去拜拜吧，再给他个面子，啊，进去就拜。拜的时候，这个里边呀，是原来的一个小帐室，很小很小，老和尚一张床，啊，这边放一个台。我这凑进去看了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说舍利，就医用的那个玻璃瓶嘛，啊，那种玻璃瓶这么粗。走跟前看了，这方丈和尚说：“这是我们老和尚的舍利。”我仔细一看，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个骨头哈，内脏就这么长，这么一块，就是那个脊椎骨呀，连着好像这个器官呀什么的，这是一撇儿。另外撇儿里边又是一块儿，啊，还有这个小一点的撇儿啊，小一点撇儿里边还有舍利，那个金色的，就是来回拿的，还不拉不拉的。最后还有两个肾脏，这么大，啊，全是血红血红的。我当时还这个信心不足，把它的盖儿揭起，反正也没人嘛，盖儿揭起，拿着那摇了几下，跟那个玻璃片一碰，就跟瓷器一样，咯噔咯噔的，啊，那还不以为然，就是这老和尚还有两下子哈。后来终于呢，这个方丈和尚又从柜子里面拿出来一个扁的，里边就放这么长，这么扁，啊。我们这是什么呢？说这是老和尚的舌头，啊，这个老和尚就是草堂寺的前任方丈，叫做红岭老和尚，啊，他涂批的时候那张照片现在还在那里，他涂批的时候呢，整个那个火烧出来就跟一个菩萨做一个坐骑一样，这样就是空中走了，啊，那个形象特别像，不知道被谁抢拍下来的，大概是护法做的这个功德啊。这个老和尚呢，在终南山大概住了有39年，听说，清修39年啊，没完全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很看上去很木讷的一个人啊。他这个唯一的名气是什么呢？有一本书，不知道诸位法师看过，叫《空谷幽兰》，是一个美国人叫比尔波特，他写过这么个书，里边介绍《空谷幽兰》，就是说终南山所有的隐士，他一一采访介绍，其中有一篇。就是他老人家的法照和他的当时住的茅棚，啊，哎呀，这当时我一看才说，这跟罗什法师，这才说就跟九华山的肉身一样，我说这才叫法脉相承，哎呦，真是非常惭愧。我记得当时还那这个把身上应该有200块钱吧，全部供养了，啊，又拜又这个激动，还感恩这个方丈和尚啊，给我们这个机缘，把我们几个当时就一点信心都没有，说哪里这么多的舍利。真的满屋子都是舍利，肾脏、舌头、红绳都留下来。你看，这就是，戒定慧的真实功德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祖师爷们，就是这个法主和尚到现在还给我们表法。所以说，天下丛林的主人呀，真的不是一辈子的事，真不是一辈子的事啊。这就是罗什法师，他这个作为姚琴三藏法师九摩罗什。他的功德事业，啊，直至这个唐太宗啊，后来还缅怀说：“秦朝朗县圣人兴，原表我师德智灵，
啊，说十方流觞就是所有的僧人来正息嘛，像我们上堂说法这个正来正息，三千弟子共梵经。你看聚集了多少沙门，规模有多大啊？但是呢，这也算是斗转星移吧。啊，最后说了一句说，勘探逍遥原理是空余明月草青青，也就是沧海桑田吧。啊，你看现在我们如果是从法界来讲的话，他们还在他们那个法界斗转星移，我们现在普陀山的普济寺来赞叹这个祖师爷圣者的功德啊。所以这就是罗什法师的事迹，称之为姚晴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啊。这是我们说的易经大师啊。后面又讲到解经大师清，昔有沙门偶意秩序解啊。一般我们把偶意大师、憨山大师、还有子伯大师、莲池大师并称为明目清初四大高僧啊。那么严格的讲呢，其实偶意大师呢，他是这个明朝生的人啊。为什么这里写到清西有沙门呢？就是因为他圆寂在清朝，所以这年号上给他讲了个清朝啊。大家要知道呀，这个讲到这些祖师爷们呀，我跟你说怪得很啊。我们看偶意大师，不用说看偶意大师也罢，这个印光法师全部都非常怪。偶意大师叫做什么呀？叫八不道人。什么叫八不道人？我原来还以为说八不道人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，我们中道里面说这个不是八不中道，我说以为他表这个法的。后来才知道偶意大师是什么呢？他说古代有的人有老儒家，有修禅的，有持戒的律，有讲教的，说我不敢跟古人相比较，所以叫四不，追不上他们。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儒家的，也有参禅的禅师，也有学教的，讲教的，学律的，他说我不屑与他们为伍，我也看不上，跟这四类人都不行，叫八不道人。这么个人啊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说，确实如果不特立独行，那他就会被世间给什么流俗所淹没啊。所以每一位祖师呀，他都是不合群、清高啊，这个难打交道、不领人情，但是我们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为爱兼报啊。这可能也是我们对于祖师爷、对于自己的善知识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你逃也逃不掉，你这个受也受不了，但是呢你就是要跟着他啊。像虚勇老和尚带那些徒弟们，后面这些下面的老和尚们讲说，如果不是上上根器的人，根本就跟不住，体力也跟不住，信心也跟不住，你根本就要么你就是被哄着这个没了这个障碍的和尚了，要么你就根本就受不了我的委屈啊，或者你就根本跟不上那个节奏，心跟不上，心里跟不上。所以这祖师爷调教下来的确实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有大的讲到说，高僧大德不是培养出来的啊，确实也是这样啊。但是呢，这些祖师爷还有一个标志，就是他们的善根福德啊非常的深厚，可是他表象上呢，就是他们的遭遇会极其悲惨啊，遭遇极其悲。偶意大师也是这样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风骨才情的大成就祖师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关系就告一段落，讲到这里啊。主要讲一下佛说和这个易经之师和解经之师开个头，下一讲我们再继续啊。现在烦请诸位大德合掌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！感恩常住。